每个女孩生下来就是一个钻石，发光的那种。每个女孩有一个婚纱梦，她们也有这样的权利，我帮她们实现了。我叫塞米热·艾尔肯，2003年的时候上大学，我比较爱美爱打扮的那种。我的老师我的同学们都说，哎呀，你打扮得太漂亮了，你确实是新疆人吗？哎，你确实是喀什噶尔人吗？2010年的时候回到喀什，我就看着他们穿着就是把自己掩盖得紧紧的那种，尤其是那个老城的有些妇女，连他们自己那个自由出行的权利都没有。每个女人就是爱美的，反正心里很难受那种。我想改变他们的穿着，他们的那个思维那种。2010年就是我结婚的时候吧，我也特别想穿那个白纱。我妈妈同意了，我爸爸同意了，但是别的亲戚他们不同意。但是我还是我穿了。很多人说干嘛要开这个，连我的家人也阻止过，他们认为打扮这样漂漂亮亮出去就是不好的一个事情，尤其是给那个新娘给他们穿个那个白纱也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的那种。至少我改变了现在这些结婚的姑娘的那个思维，她们敢穿敢接受白纱呀，然后我给她们化的美美的妆呀。最大偏见是维吾尔族好多女性不可能接受外界的那种新鲜的东西，只认为我们是一个蒙格山舞的，只会维语的交流也是维语的那种。但是我们现在改变了，我们真的改变了。现在很多女性独立了，她们知道她们想要什么，怎么样展现出自己的能力。我想的就是白纱和我们的民族的有些元素可以融洽在一起，展现在我们的那个婚礼上美美的。东西方的那个文化他们融洽了本民族的有些那个文化以后，才能持续的流传下去，我就这样想的。第一笔资金是妇联给我的，3万，没有利息的那种，起步就是这样开始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政府的那笔资金，真的想起来也是真的想哭。那时候我真的需要那些资金，他们通过我的化妆，然后自己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哎，原来我这么漂亮，原来我也可以穿这样的美美的白纱，等待新郎来接我。虽然我一个小小的一个个体，但是我影响了我周边的很多年轻人，而且他们慢慢慢慢的就说我选择的是对的。我没有后悔，真的。我的愿望是在喀什噶尔的每一个姑娘，帮她们实现一个美丽的婚纱梦。